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赛事直播。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刘晓光老师为大家讲解第九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三番棋决赛的决胜局比赛，是由中国棋手陈耀烨对阵韩国的李世石。刘老师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这个比赛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决胜局哈，最后一盘，那么1-1之后呢，最后一盘，所以呢非常紧张。现在我自己觉得这个形势还是很微妙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把这个棋局尽量的早点给大家来摆一下这个棋，好吧？好吧，我们来看这个实战好不好？好。这盘棋呢是按照我们的规定是重新拆先，是的，重新拆先，这是惯例。对，三番棋的决赛，第一盘是拆先，第二盘交换先手。是陈耀烨掷黑，猜到黑棋了，嗯，是吧？对，走这个，我记得上一次他是这个，对，是个错一路的中国流。李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前两盘棋都是直白的一方获胜。是，是。您觉得这个对职业棋手的心理会不会产生一些微妙的？不，也不见得。这个任何这个发生过很多事情，都是前面都是白棋，最后一盘突然转向了，黑棋赢，这个经常发生也是。这个都很难说的。现在是这样的挂角，走了一个比较打散的棋，少见的是吧？不是，这是过去日本那个时候下棋居多，日本定式居多，那小目定式。后来我们跟韩国交流的时候，像这个，像的迷你的什么这种挂了走一个拆回来大型定式的那种居多。现在这个呢，但这个我觉得也很少见。最近一间高价哈，对，陈耀烨是不是有研究吗？这个是过去下过，嗯，70-80年代的时候这个下的居多。但现在都不怎么下了。我们的学习啊，现在下的话似乎就是白棋有可能从这边来，或者是脱先之类的，这个就太多了。这边是分头啊，单走啊，或者怎么，这个都太多了。这个老定式要翻出来讲的话，这2个小时都不够，所以就我们就省略不说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走什么定式啊。现在走这个呢，它就压一个走这个，然后的尖一个，是吧？如果走这个呢，这是过去的老丁式，我们就稍微摆一下，大概是这种的，就是这种，可能这样双一个这种下法，对，这是老丁式。现在尖一个，白棋拐住，他就取实地，对对对，不让他拖，然后他搬，就走成一个这样的行动。对，这个喜欢实地可以。但是这个棋感觉就是被白棋连片包起来，是不是？现在来看你喜欢谁？我喜欢白棋。但是呢，下一招棋黑棋飞一个，我估计他是走完之后先赶快走那个点。飞一个呢，你如果爬了走，他一路一路压你，这个后势没有作用。这我想这是黑棋的预想之图，是不是就跟这边的配置也有关系？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这是黑棋的意图。你到这长的呱呱一压，你这个后了，我先捞到实地也很简明，这是黑棋的一种思路。但是那个李世石冲断了。这肯定是李世石的起风了。这个冲断呢，稍微感觉是从这个形状本身的形状是勉强的。这么远还没，这里没有白子就冲断，但是呢他这个因为这个后他不想让它落空，后势是拿来进攻的，不是拿来成空的。他所以以这个为背景就冲断，这个也是一个力量棋。喜欢力量的是往这么下的，感觉就是开局没有什么布局，直接进入战斗。直接进入战斗。对，这个李世石是这种棋，是这种风格，喜欢这样的。那陈耀烨也年轻，都战斗也不会怕。我能再问一个问题？请讲。就像这种棋一被冲断之后，是就是这种形状。对。这个一般黑棋就是局部会有什么选择呢？一般是一个长一个贴，一个贴。对，一般是不打，都不能去这么两回打的时候肯定不行。就是两，就是一般是还有一个跳，大概就这些。大概就是这个。那如果我贴下来呢？他就会搬粘，我想，他会搬。您搬我可能不搬呀。不搬大概会走什么呢？走这个。走这个好，我们看啊，这个兵士呢？这是定式是吧？不，这个局部的有这种下法的定。我是跳出来吗？
这个形状给它打厚了并不合算，嗯，不合算。哎，你比如说它就算搬一个，这个并不合算，它只要活了你就是分成两边，它这个厚实就发挥了，嗯，这是其中一个钉式。嗯，一般的是要长，哦，就长出来居多，对对对，居多。嗯，它关键的是长完之后啊，我们看实战啊，嗯，它你必须要长这个，它跳，它不是挡了，跳，对，跳这个，嗯，你大概是这个，对吧？然后它不是去双或者粘，它是尖在这儿，就防了你这个冲它能退了，嗯，这个只能对吧？你所以你忙着去活脚，你两边都活的，你的手术会多，嗯，哎，那我也可以不让它活脚，你比如说飞这个，现在是该我这。哦，这个哈，这个又复杂了，这个他要飞这个，哦，哎，这又是一个定式，这个很多定式，嗯，对对对对，这我能把这吃死吗？吃不死，吃得死，吃不死，哦，吃，哎，吃不死，我这就您搬吗？我加这个，他是不是顶一个？我说，哦，啊，会不会顶？又看啊，顶断我，我记得是，哎，是顶一个还是拖这个？我看啊，拖我就退，嗯，退一个，啊，是退吗？陈丹是是要那个什么，就算他不，他一般顶的，就算这样的他已经活了，嗯，看见吗？这个已经活了，这个就这个活了，这样也活了，嗯，这个就活了，嗯，是吧？这个两边他反正把你分开就了，对，隔开就行了。哦，他不是吃这个的，不是吃，那个，我以为他吃这个，我就给两个不会，嗯，要么顶断，要么退，嗯，这个其实这个钉式呢就太多了，嗯。但总之是跳这个就黑棋这个它的实战是应该是好的，嗯嗯，应该是目前来说是最佳，它这个效率更高一点，对对对对，这个是要挡的，嗯，是必须要活脚的，这个不要去跳啊，嗯，跳了被它冲了挡反而不好，要单挡，看立下来，嗯，对，挡挡这个，对，好，黑棋拆出来，这个就是一个两分，这也是他们预想图的，嗯嗯，我估计他们这个地方都是他们的实战预想，根本就没有什么，不是关键。嗯，那刘老师这一块是不是一个基本功问题？他这个用不起吗？用什么？金龟脚。金龟脚啊，这里面金龟脚，等他两边都走厚了之后，点一个是很难过的。嗯，点。但是现在以后，这个，目前还早。对，目前还早。哦，就现在相当于他是活棋。相当活棋，他肯定是把它当成活棋，里面不是说打劫，这个现在还时机尚早。现在还不能下，现在可能你说如果当时我接住的话，您是不是要补棋了？这个接住这个差一手棋，那个不对，嗯，这个没必要，没必要，也不会补棋。他可以攻一个，我不怕我点吗？不，里面本身没有死，但是我这个中间在这儿补一下，你还总是现在不要纠缠那个脚，嗯，因为脚啊，嗯，你现在目前你先亏了一下，嗯嗯，还是放在外面好。哦，那个到最后要先走出很多很多，以后再来说。现在目前你不能马上走，你要现在马上走，他你要点他有可能，他走这个了。哦，都不理我了。你吃起来很累。嗯。你不知道走什么。我就是想对黑棋来说，您可能觉得他现在不应该去吃他，但是对白棋来说，可能也会有负担。我是不是也想着就是要纠缠他一下，否则这永远是个大劫啊。现在目前还来不及啊，来不及，现在负担不了，现在主要找大的走，现在就是这面走还是那面走的问题，你就考虑那面，你说是拆那个还是拆这面，对吧？你只能走一边，这就是白棋的目的，它这个厚就是这样，它两面能攻你，你如果走这面拆二，是不是啊？嗯，它大概会这一类的吧。嗯，至少在这儿，我这个点占你的就忙活活了，是不是啊？但我一定要拆嘛，我能兼顾一下。你比如说走什么？这个。啊，这个，这个没必要拆，是这个我再拆。拆是主要的。啊，不，这个没必要，这个没必要，没这个他就在走在这儿，你这个没有用。哦，您这步跟着往外走呀？走不走都无所谓。那个先把两个要点占了。嗯，这个飞它不是它的要点，都是先拆边，先尤其这个要出，要自己要活。嗯，他走这个是不是实战，对吧？对，嗯，然后走这个，对吧？嗯，这是必须的。他跳出来。对，这样。
下面白棋找的形他是自跳了一个对吧，实单就这么下的。下面走这个，对，如果你往这边走或者是尖或者扳啊，他可能这一带的走一个，是不是这块会不会有点苦，哎，你要忙着跑，所以呢这个点也是要抢的，是吧，然后白棋这个时候要走什么问题了，白棋是走的这个吧，是吧，走这个，因为这边没跟着下，肯定是想追究一下这边黑棋，对，现在你要走这个的话，因为什么呢，他这面都是先手硬了，他有可能这个出头，对，有可能出头，所以这个棋它是震的，这都是一个应该说是差不多一个常见型吧，那这个黑棋我现在不会死吗，不走，刚才说咱那再走这个的话你就很辛苦，我苦活，苦活，但我先抢了一个，抢，你比如说你抢或者是这个或者这个，对不对，行，大概是这个吧，行，是吧，那他走这个，比如这个就比较辛苦，这样被搜刮，很搜刮很辛苦，你不知道走什么了，你去忙着做活的话，这是还是个要点，这个地方受不了，应该是这个，而且还有更为严重的，也许这一代的走走也未可知，您这是要杀吗，这个点你走什么呢，是吗，这个有个尖过对不对，你大概走这个双一下，他这个跳一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情况，这个就这有点复杂了，是吧，这有点复杂，这个地方你漏洞这个是要补的，这个抢不到，那么白棋是走的这个，那白棋就跳回去、这个是正常进行啊，下面黑棋呢是跳的这个吧，点这个是吧，黑棋好像应该是刺一个吧，不是吗，它底下应该还是先刺的吧，没有吗，先刺的是这个尖，是之前这个时候刺的，对不对，对，这个还没有对吧，他是想先便宜一下再补棋，对，他是希望最希望的是这个粘上，你看这个挤一个还有个先手，以后是个先手，他再补这个，对，这是最好，但是这个刺呢是不是能走着，就是人家是不是粘，对，这个棋有可能便宜不着，说不定还是单走，说不定就差不多了，单手白棋应该也是补回去，也是补那个，然后他再想办法，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是吧，对，我就跳回去跳这个，对，这个时候白棋再想想这个刺有可能刺不着，有可能刺不着的话本型怎么往外出头呢，怎么办找不到形状，本型应该是这个贴出来，是本型，那个地方有弱点吧，是吧，胡了跳一个是吧，这个解就是这个保住这面，现在他走了这个之后呢，我们看啊，实战他就双了一个，首先双这个比较强是什么呢，你就是这个他要小心，如果走这个他说你没有这个，没有吗，冲，对，就是我们看看啊，假如这个挡住，他就把这个吃掉了，就算吃掉啊，粘这个粘上吧，你这提掉的，粘上，哎，再走这个吧，对，打吃，对，打劫啊，没有劫财吧，粘上，应该是没有劫财是吧，粘上吧，我想你是粘上，对，你打吃我是吧，这个应该没有用是吧，暂时他是不怕这个，他白棋下来黑棋吃不着，他吃不住，应该是这样，我要搬的话好像应该没有，假如这个好，
能把它吃掉，对吧？嗯，这个应该是黑棋无法把它吃掉，这个暂时是没有办法，也不怕对手打劫，是不是没劫财？就没有劫财，一个全开局无劫，嗯，是吧？开局无劫，没有办法，这个地方应该是他算准了，嗯，这个双暂时是不怕，嗯，而且他还可以有多种想法，甚至他不见得非要马上叫，他这个叫掉就直接一打就这个算路应该是没有办法，套下来之类的。就刚才就那个一路直的走，就没有劫财，就没有办法了，别的都不用考虑了。嗯，啊，另外变化就不说了。那么这个他能防得住，所以他这个双在这儿啊是比较有利的，对下面有影响。他尖在这儿，嗯，这个棋还不能搬，搬在这个地方有夹，就尖在这儿，大概只能如此。嗯，这个地方呢，走成这个之后呢，他这跳回去，他跳回去。嗯，下一步。就是说暂时还是没有这个，嗯，没有这个呢，应该说这个地方好像是有点缺陷，那个我不能脱先吗？脱先的话有点有些麻烦，有风险是吧？不是有些麻烦，我看看，是你是问我这个，假如我就在走这个，你总是有点毛病吧？嗯，中间是不是？但我不知道补在哪儿，就补这个也可以，补这个，哦，就补在上面，补这个也是可行吧，嗯，先自己先稳当一下，哦，就是想棋盘还挺空的，在这自补一个，自补一个，这是常见的手段，嗯，你什么砸个兵之类的吧。那咱黑棋大的地方很多嘛，对，我也守个角，再守个，不然往那儿大飞或者补守一个，嗯。棋盘宽广的很，这就是普普通通，今普通那个温和系列的棋手可能就这么下了。那他是不是觉得这个效率不够高？有可能年轻气盛啊，他就要走得狠一点，这就是他碰到李师还就要给他硬碰硬，不怕，他是走的什么？我看，啊，他是走的这个，好像对，这个是吧？哦，这种补法就有点，你觉得不好？不是，我没看明白啊，你这个呢？他这个团，他的，因为 他是瞄着这个嘛，对，这个不走再不走就出事了，嗯，这个就一挤就，当然挤了一气了，嗯，肯定要不行了，嗯，是吧？挤了一气他必须要走，他一看这个没有，他就走那面，嗯嗯，但这个就黑棋他补在哪儿呢？是也是他困惑的地方，他实战是补的这个，嗯，实战补这个，补这个，这以后这有先手应该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因为这，哎，是是是，他这个补的是这个，补的这个呢，多一个什么呢？多一个这个冲挡，哎，这个地方啊，他这个变成先手了，因为这里有冲断，补回来，哎，所以我这儿就有手段。哎，他这个冲断呢，这个地方多出一个跳，嗯，实战就是这个地方啊，让白棋这个地方搞得黑棋会难受一点。那我补这个，补了不肯呢，我。他有就是心里不舒服啊，他想效率高一点，给你打成饼。但是这不是被白棋产生一个先手吗？他不，这就是啊，下棋不能都得，他只能得看哪个力更大一点。嗯，你走这个，他那个就，差一点。哎，你要走这个呢，当然相安无事。他不愿意啊，那为什么不愿意？就外面薄一点的，外面薄一点，他想还想攻你白棋呢。实战就这样，他走这个，哦，他实战就走的这个啊。我们看这个呢，就因为他挤那一气，刚才说你这个冲断就变得不成立了。为什么？你比如这个，你看他这个地方啊，这个冲有先手，是不是啊？冲你的挡住，嗯，那么他这个是先手了，这就有冲断呢。这我得补气。哎，对，你得补一个，嗯，是吧？补呢，这个地方他就俗着吃。哦，这立下来就行了吧？我们说这个，我先摆一个这个，嗯，简单一点试试吧。嗯，这个呢，这个好像就已经可以了。你走什么呢？不管你走哪个，你走这个我就算粘上就可以了。你这个就算这样的，不说别的，就算这个已经是把它吃掉了，哎呀，嗯，下不来了，这个冲掉了是吧？这个地方是白棋杀黑棋，嗯，是吧？最简单的这么吃就简单的吃就杀了，立也行，或者这个就这么简单的直着吃，哦，吃就它就气不够，这个，就已经是
黑棋这个地方冲断是不可的。那如果没有这个子儿呢？那不，那就另外当插这个。那这子儿也能立起来？不行，这个应该是如果少一气是黑棋赢，应该是黑棋，感觉上的黑棋，黑棋应该快一气，这个应该是快一气。嗯。啊，差一气差不起吧？哦。我想是快一气。就是一气之差。嗯，对对 对, 对。这就出棋了。对。嗯。嗯。应该是快一气，这个。这个陈楠，你有异议吗？我看是，是你看是啊，嗯，对，这样的就是你不管搬粘，它就紧气就行了。它这个是黑气快一气的，行，这一气是很关键，嗯，哎，关键。那么走成这样之后呢，实战就这样下的啊。他是不是先走的这个嘛？先跳的，嗯，对，先跳。他一拖，对不对？嗯，搬，搬住，那这个就很讨厌，这个地方有棋了。很讨厌，对，怎么着都有棋了。嗯，走这个是不是啊？对，这个棋你要冲也是不可以的，也是不行的，因为有那个挡。嗯，一样的。走什么都不可以，走哪个呢？吃这个，吃这个，他这个先手吧。贴，嗯。这一粘一立，就刚才那个说法，一路搬就可以。嗯。看，你那边补完。两头啊，他把这个冲掉的，这个冲和这个是两个各走一，是不是啊？你还得补这个呀。哎，这个一走，嗯、刚才说的那个就一立，嗯，就可，一搬就行，是吧？他就没得跑。嗯。一挡，这一冲皆不归，这是一个基本功的这种杀法啊、嗯。哎，这个就更不可以了，这更不可以了，这也是一样的。这一样，这就还原成这样，刚才说的都一般啊。嗯。这死棋是不是、啊？可不能搬这个啊，搬这个要，搬这个就死了。嗯。好，我们就不多说这个了啊。那么，嗯，怎么走？怎么走？哦，这个实战是他断的，是不是啊？嗯。好像实战是他冲了一个啊，冲了一个。对，冲了一个。走一个，这个棋是这样的，他来。就是断。嗯，它是断的，该白棋下。嗯，白棋还自粘一个，哎，先考验一下，考验黑棋。这补棋啊？哎，你补哪儿？也有两种选择，一个顶，一个挡。这区别在哪儿？这被人家尖一下。哎、假如你顶，对吧？它实战是那个，对，对假如我顶，它有可能有变，有可能有变。它比如说这个，对吧？这个我得吃过来，吃过来，是，他松一气之后啊，嗯，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我看看，松一气会不会有别的想法？你要提掉？我不知道这个棋有没有别的想法，松了一气，他实战是这样的，对，实战是这样，嗯。黑的踢掉，嗯，松一气对杀，可能是不是有不同的杀法，是吧？是吗？我有点没看出来，没有看出来，他是不是会这样？是吧？嗯、剩下的是把这个再回来，不知道。这个这个我不知道了。嗯嗯，这个不知道了。这个它是有个冲断，这个紧着一气呢，对上面可能冲断的紧了一点。对，嗯，实战它 是有区别，有区别。实战是这样下的啊，它是挡的那个，那就被人家先刺一下。嗯，实战就这么下的，是吧？嗯，他最后选择打吃这个，这个是要吃的。他没有走棋，通常会想这样，棋我也得退回来，他肯定要退回来、嗯、他把这个冲掉，是不是？这个相当诱人，很大。对，但是呢他担心的是这个，我想他担心这个冲断。嗯，担心这个。嗯，这个担有所担心，这个你必须，这个长不行啊，这大概是这样吧，还要再来。嗯，这个怎么收拾？
不好办了，不好办了，这两块有可能要碎，嗯，有点麻烦，他担心，这是担心这个冲动，对对对对对、嗯，这种担心应该说是正常的吧，是合理的啊，嗯，哎，这个担心那没办法。那所以他就没走这，没走那个、嗯，他是时代，我们看时代，他就是不想给你多一个这个，所以呢，他是兼过就可了。兼过、嗯，你提一个，他是长一个，他上面的联络形状还可以。嗯。然后呢，这个地方你出头累一点，还是得连。他是回家了，回家了。嗯。这个回家，先回了再说。这么冲一个啊，对，就是这么下的，嗯，就这么下的。哦，那这个角是踏踏实实不用补了。对，这个三转两转呢、啊，嗯，对你一直，我一直惦记这个，惦记这个点三点那个什么，现在它外面多出一个眼了，就那个就、就不存在了，这一眼翻过去了，不能再考虑那个问题了。嗯。哎，那个金龟角它变成活棋了，是因为你那个惦记没有了之后，这一块应该说白棋得分了，捞了些实地，捞了实地，黑棋回家、嗯、回去呢就是说没什么目的回家，嗯，应该说这个地方感觉白棋便宜了，白棋便宜了，嗯，感觉便宜了，嗯，你认为呢，陈楠觉得怎么样？嗯、我也觉得白棋还不错，不错啊，我是这，那咱们俩感觉是有点相近，我觉得白棋还是便宜了，嗯，这个地方黑棋哪个地方，嗯，中间这个哪个地方，或者说我们说他当初自补一个可能还好点，被他下来这么一折腾啊，他那面本身有个点点的被他过去了，你看这个半盘现在啊，嗯，他白棋捞了一个边，黑棋这个空啊就这么多，是吧？就一个角。哎，就一个角。这有一点。哎，现在你说全局白棋的空比空的话不差。嗯。是不是？那是不是李世石知道陈耀烨喜欢实地，于是他就先把实地抢了？那也可能。嗯。对，现在白棋是走的那个杂丁啊。哦，他这地方不补棋了。对，这个陈楠说是这个补了也很大。连后了吗？连后累大、嗯、甚至说挂挂脚啊，在这儿走走啊，嗯，把这个缓解也很大，但是呢残这个点三三太大，而他可能不那个点三三，还可能这样、哦、你直接把这个脚给你掏了都有可能这样，哎，这个脚太大，这我只能打这个，打他粘粘，把脚给掏了之后你还等于先手掏，那个的确是太诱人，嗯嗯，太诱人，你不知道走什么了，你退一个他爬，把脚完你还又断，你还得先手，这个巨大的一个招棋，嗯，他顾不得那么多了，干脆砸丁，这个是比较强的，我觉得这个砸丁的要强，哦，太急了，这地方补棋，补棋砸丁是太大这儿的是吗？哎，对对对，不是不是手脚，手这个脚啊，哦，我要补 我就补不好了，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扎实是吧，定好，你走那个还有个托、嗯、这个呢你暂时没有什么眼见的好点了，没有，这个打入就没有了，眼见的没有，这个打入暂时就基本上很难活，就这么吃了，哎、就活起来累了至少，嗯，这样的话就很累了，很辛苦，嗯嗯，这个杂丁所以是个好点，行，下面那这样的话感觉白棋实力就更多了，是啊，你如果没有这个，您就觉得从这边来看，如果不反击，正常的补补，拆拆边干啥？这个白棋好，白棋好，哎，又是一个大贴木七木半，是下到这个时候，应该说是感觉白棋不错，嗯，觉得黑棋这个进攻这一带稍微稍的哪个地方欠缺，因为你折腾半天回家这个不得，嗯，是吧？哎，不便宜。这儿走的手数太多，没走着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得要想办法，要在这个地方走了，再不走，如果你也抢一个被他帮被陈楠走的这个棋不好下，嗯，空不够，所以出击是对的，贴木负担比较严重，对，
这个现在年轻棋手这陈耀烨啊，胜负感很强，我觉得很好，这个挺好的。可能觉得必须得动出，都挺好。这招我觉得可，好棋。我看直播啊，这个可能是因为决胜局的关系，就是之前陈耀烨也用了大量的时间长考啊，花费了不少精力。哦，你都关注了啊？嗯，这个棋马上从这个地方算是个眼见的一个好点或者是机会，哎，反击要该反击了。你大概你要这样的话呢，黑棋是不是？哎，这黑棋怎么办？黑棋啊，是不是刺一个？哦，这个您还刺得到吗？那刺一个试试。哎，这样就把它打穿，是吧？分段是吧？分段，对对对。但是李世石，我第一感也许这一类的或者怎么想，能不能先护住自己，把自己的弱点防上？他呢，直接就反击，两个人真的是。您这他也连不上呀、您这个防上。你说那个连不上白棋啊？啊，这样连不上是吧？不是，不知道怎么连啊。不，他是反击这个。对，他反击。哎，反击这个，反击这个是比较强。如果成立当然厉害了。可能他对这个他砸定的时候就对这个有所，他就看到了，有所考虑，他知道怎么防他。我们看这个，我们就直接看他的实战啊。他是这么来，这两个人呢，这走这个变化非常强硬。这个如果白棋没有什么东西的话，这个棋啊，就是说黑棋如果不气的，如果你的这有个段，如果补一个被他这儿连回来的话，也没得什么。他这儿算通了，是吧？这个搬断又不行，搬这个地方暂时是不行，因为什么？它底下有个冲，这儿有个冲，你要退的这有个断是吧？哎，你只能压一个或者之类的，它这个就累，这吃不着白棋，并不行。白棋如果这样通了就是可以，但是呢，它就是说来的最强硬的，它是走的这个，这个不太好，应该因为什么？它因为断了之后啊。上面有跑，这一压出来就跑了。你看这个，是不是这一扳就出来了，对不对？对，这就出来了。嗯。那么你如果封上面呢，下面插一气，哦，有一个接不归，是不是啊？这有个接不归，对，这接不回来。如果你走那个，你看插一气，这儿三气就正好插一气，正好人全连。哎，对，这个是不行的，这是不行的。这个变化不行，那么黑棋怎么办？黑棋只有一招，就是实战这个。就连回最前不，它是这个，它因为这个当然最好了。你一走这个，这是当然最好的。这是最好的，是不是？但是它不是刚才说了吗？它这个断不行啊，它有个接不归啊。你粘上这个不行，这被吃了，你这个不行，这不行，这不能考虑。你吃这个也转换不是。不成为棋转换，不成比例吗？他走这个，关键这个狠，这是最狠的。走这个，我断这个，他会粘上，就是这么下的。哦，这底下就没有吃了。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实战，这个棋。对，实战这么下。现在你断这个不可，为什么？他是打吃是吧？因为不打吃被接不归了，对，然后他贴住，贴这个，对，这个就反而白棋死了，这肯定不行。哎，对，白棋死了。那么怎么办？要么你有两种选择，一个单走。单走是不是他给他虎给他补上了，补上了，不开。那您这外面，可以不可以下？让您连回去，我也出头。哎，或者是这样，是吧？这那就是出来战呗。哎，战斗。对。但是这个你被他这个地方给这个地方吃通了。哦，这是给扳死了。吃通了，不是这一扳。
这就通嘛。嗯，不是吃通它也不肯嘛。那这不行。不行，嗯，你除非是把这个再连回来，或者是哪儿补一个，或者这个地方。那不能都让白起走的。这样这样，哎、这样，只能这样。但这个他也不愿意，嗯，也不愿意，是种这种下巴。这个白起没有这么选择，白起走什么了？白起走了一个最狠的，也就是李世石，他是要求最狠的断一个，嗯、断一个。首先你争子不利，对不对？不能争掉，争不掉。哎，这有子他跑出来了、嗯，那么你只有一条，这个、往外推，对，推，嗯，他再来一个推。通过这两个俗的断了之后呢，他就把下手了、嗯、走，把这个吃了。哦，这时候你就封不住了。对，就是这么下的。我们看，咦，这个黑棋是弃给打吃，哎，弃子了是吧？嗯，弃子了，他必须要多打一个、嗯、这样呢是弃子了，你是现在怎么着都是白棋吃黑棋了。嗯，啊，你要拐这个，他就算把这个吃了也没关系了，他顶了提了，他反正气比他多了，你封不住他，嗯，是吧？但是呢，他多了一气，但是这个棋呢，他有一个这个好棋，走这个，他是想把白棋都封进去是吧？就封进去了，你不走再锦棋你受不了，你我能出来吗？你比如说怎么出？哦，怎么出啊？你冲。冲一个，对，他挡住，吃这个，只能下这个，吃这个是吧、嗯、这个就要吃这个，再跑再扣是吧？他这个，这个不仅气，可能走走要白棋坏，这个麻烦。嗯，你只能这样吃完再把这个吃，然后这个掉了，啪啪全给他掀手了、嗯、这就糟糕了。是越紧气，这个地方紧撞气，嗯，就这一小尖就给封进去了。对，不好，这样不好。 嗯， 嗯，所以这个小尖呢就不要再往前撞了、嗯、赶快收气吧，就打吃。嗯，实战就这样下的，把这个吃掉。嗯，但是黑棋是巨后再先手啊，嗯，两个先手还两个好劫材，怎么觉得这样？哦，那底下吃这几个杆子儿，这个白棋好吗？不便宜，感觉不便宜。他吃之前呢，先把这个叫了。哦，这个、这个这个必须的，这得粘。嗯，不走这一叫一通的就是先手，是吧？粘这个，粘这个，粘这个，对。嗯。他把这个走掉了。嗯，其实这个都他还保留呢。嗯。嗯，他把这个再吃，是吧？嗯。嗯。粘上。粘上。对，实战就这么下的。嗯，这个弃子感觉黑起来挺成功的感觉啊，因为这块这个怎么叫，对，而且该黑起先动手，应该说之前的感觉啊，嗯，你要没反击之前感觉白棋空多，嗯，但是黑棋这一反击，我怎么觉得弃子反而还可以啊、开始觉得陈耀烨这个地铁流叫破坏实地吗、嗯、对，这两盘棋看他还是现在很均衡，就变得很大局，大局这个黑棋厚，因为现在全盘还很空，如果再走20手这么吃那就不合算，现在很空的时候弃子弃了就弃了，弃20目再转到别的地方合算、嗯、因为你都定型完这个弃子那20目那就大了，现在这个时候黑棋这个弃子我觉得挺好的，挺合算的，挺合算应该说白棋我怎么觉得这个吃得不偿失，吃这个、嗯、总觉得应该不应该这么吃法，那白棋应该、嗯、应该想想办法，有办法吗？刚才甚至我都觉得不要断直接压出来都比这个实战强、哦、我觉得他是琢磨着然后去断这个，不要去吃了，吃了半天这么还得送两个、嗯、这么被铁后，我觉得黑棋可这个白的有点至少得不偿失，哎，这有的下。嗯，好，我们看实战，看实战啊，这个下的这盘棋下的很精彩，对杀的很厉害，嗯，哎，对杀的相当紧凑，
这个可能是昨天不是下成了1-1嘛，当时就是采访两位棋手的时候，李世石就表示说，这个不管是谁赢谁输，决胜局一定要下得精彩，就是对得起他这个决赛的最后的争冠战嘛。哦，他为精彩他是做可以了。对，这棋一看感觉有点像那个李世石跟古力下出来的。李世石就是这个战斗比较多，李世石就是这个棋，他是战斗。那陈耀烨战斗也不惧啊，是他不惧，但是他可能是不是最擅长这种局面。他最擅长什么？他最擅长制孤。哦，制孤啊，先捞后喜。哦，制，我原来制孤是赵志勋呢。他也擅长。哦，擅长啊。行，那个我说让我对陈耀烨说智孤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研究啊，不知道他这么厉害，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气质可以啊，而且他这个他有这样的成绩，他之前也拿冠军也挺多，然后我国内冠军很多，世界是啊，不管怎么有这个成绩，等级分在这么前位啊，肯定有他道理，他就是。他大局或者是各方面他应该是强，很强。他现在这个跟李世石他杀成对杀这样啊，两个对战，我想他是躲不开，因为李世石就这个棋，你想躲也没得躲，那就干嘛 是吧，他也没必要躲嘛，没必要躲，他觉得这样可以。那么我们看实战吧，好吧。既然到这个时候了，黑棋这么转气子我觉得可以，现在就是进攻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啊，进攻了，现在应该说可以吧，黑棋先手再握可以，他是走的这个，对，应该是要从这边来，这个棋不太可能来搬这个，吃就没必要了，因为他被他中间是分头还是走什么，反正都不是很好，这个就没必要，你哪怕他是走着走分哪儿，分在这个地方，分这个被他走这个，这样的话，总之这都没必要，没必要。他是走的这个阵头，他是走的这个啊。好，我们看他是进攻在这儿，然后小尖，这是担心。这个的话他担心冲是吧？很难，这个冲。冲就挡住，对你挡。他断，是吧？断我就。吃我呀，嗯，这个不可吧，怎么吃我，嗯，冲下来，哦，全部要包我呀，然后走这个，我的天哪，这你可能比李世石要力量要大一些，我这个是这个吧，五里吧，不大力量，他大概是这个，应该是这样吧，那我就整体攻击啊，不见得能吃得掉，恐怕是不容易，因为他这个动了之后，这个残子有能够利用的，吃不掉呢，有可能损木之前，你觉得呢？那还是有点风险，有风险，还是自己先补上，先补上，小尖，对，他是小尖的，对，他就跳过去，走这个形状。走这个呢，你看这边被这个呢，他如果搬他是最希望的，他最希望是什么，你这个去打劫是吧，所以呢这他不会走的，他是飞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形状感觉步调可以，黑棋步调啊，通过这个弃子进攻这个现在呢还很宽广，应该说可以，这个步调挺好，感觉这个他跳着不是明显给人留一个智能间断吗，他只能跳吧，他反正你走这个不是行吧，这个地方行，这个行不对，这个只能如此了， 我就怕这种，比如说你要这样他不怕吧，你冲断没有用，他有个扳先手，并且他这个我看挺好，虚着走，挺好，他是尖的对不对，实战尖的，他又把这吃回来，这个吃是不是可以慢一点，比如说这种飞继续进攻，他会连吗，不会连吧，暂时他会这个吗，应该不会吧，那如果我要是连呢，连回来这个进攻的话会不会有风险，没有有风险吗，我会死吗，有搬一下之类的，不会死，但是会很辛苦，也会很辛苦，
比较辛苦。这样你这个火起来很辛苦，即使不容易火吧，你大概是这样，哎，这大概会这样搬，这样对不对？嗯，尝一个，对，尝出，对，它就飞一个，管事的又踢掉，这都是先手。嗯，往后的地方发展，这个火起来不容易吧？应该不容易，好像。就为了连一个这个哈？啊，好像有点苦。火起来不容易，它以后、就算你活了，它在我啪拆在这个地方。这上面模样又起来了、啊、黑棋肯定能够先手走到这儿。嗯，这个十几目也就死得其所了，但是活起来很累，你肯定他忙着活活完了之后啪一走的这个，这十几目没多大是不是？这边补偿的更多，哎，更多，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考虑这个方案啊、嗯、那现在他是没有这样走，普通尖是飞的是个形，好像完了就这么继续进攻、嗯、他走这个吃，陈耀烨吃、你说他桎梏比较厉害啊，陈耀烨他桎梏，他什么都挺厉害的、就是、啊，那都厉害那就你看来很佩服这个陈耀烨的啊。嗯，他是北京的嘛、这个、北京的，对，陈楠也是北京人，嗯，所以还是有地关系。那么压一个，压一个是个好形状、嗯、我觉得我这个好情况本来我说不愿意给他非得飞起来、嗯、哎，现在他这个压一个呢，退一个又不像话，他是顶的，嗯，是不是？对啊，这个没有搬对吧？没搬。其实这个时候这个搬是他的先手对吧、嗯、这他肯定先手，嗯，然后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比如说轻一点的拖一个怎么样？拖一个，哎，拖一个，这样呢就不走那么重，就是说你爱吃哪边你看你随意你看你怎么吃。那我要搬，您是打算连搬吗？不，你搬你搬啊，搬这个，不搬这个，我粘这个、哦、粘上、啊、粘这个、嗯、你是这个吗？大概这个，那我是比较，这是比较高兴的事情，哎，这个形状、哦、我这个眼位就多了，嗯，是吧？我这个眼位就活得像这个，咱们粘一个或者怎么着，这个就眼位就多了，形状我至少这虎了打劫这个眼位很多，你一个手棋还吃不掉我，有点那个活棋的样子、哎、活棋样子，嗯，你要是别的走法啊，还有什么走法？陈楠是走什么？走这个，走这个，这个吧，嗯，走这个是吧？哎，这个大概像那么回事啊，这个可以，我觉得可以。你比如说这个打吃，嗯，对吧？大概是粘上还是打吃？我粘上吧。粘上哈、啊，打吃下来的话，他可能跳一个吧，是吧？对，或者以后这个搬粘就行了。嗯。反正活了得了，我不想让您提啊，不想我提，那好，我们粘上，对、啊、比如说粘上，嗯，粘上这个，那是不是可以考虑搬这个？就搬这个，你爱吃哪个吃哪个，吃这个我就打一个，吃哪个，我爱吃哪个、哦、吃哪个，这上面要打吃这个，吃这个吧，嗯，我吃这个，他上打，对，吃这个，这个就是。怎么感觉把我给包进去了？你如果这个就吃这个吗？这个没多大吧？好，这应该这个就挂掉，这个给了，嗯，是吧？可以这么考虑吗？哦，您这个挺灵活，这个没想到，没想到，嗯，他这个干脆就爱吃哪个吃哪个，嗯，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啊？比如说。这个棋是这样的吧？啊，哦，这儿有个子啊，这样的棋。对，这两个搬不搬都行，搬了吧，搬了就无所谓，就这样拖一个。就这么拖啊。这个外面看清，嗯，都可吃，然后在那面，不给他较劲断的，这就直接走下面，这个就给他了，以后再说断的问题了。嗯。先找大的走。对，吃二十亩都给他，那边我看哪个都比二十亩大，对不对？哪个随便扔一个都比那个大。感觉这上面这半盘还空着、哎、太空了，太大了，赶快脱身，赶快脱身。
可是他可能就是喜欢这种局部的。哎，你说的对，陈楠发现说的太高了。这个人呢、啊、就是到时候他忍不住的，这个他就喜欢这个，这个你挡不住。对，他就是要你，现在我们看是觉得这样就渴了，嗯，你走清零的，他反而我就形势不坏。哎，但是呢他架不住他喜欢，他非要在这个地方做弄点事儿，就是要两个一撞击在这儿对杀呢，他就产生他的这个就有幸福感，就觉得这样好。嗯，实战就这么下的吧？对，粘上是这样走的，他粘上，对不对？嗯，然后呢他立的，他不立这有个点。对对对对对，陈楠、嗯、说的，而且还有东西呢，你如果这个比如说啊，我们说实战，比如说呢这个我肯定得吃，肯定得吃。嗯，这个呢，这个你大概要吃吧，要这吃这个吧，是不是？嗯，那么我这儿有个吃这个先生，这地方是不是有点东西，但是没有劫财，可能比如说、有个打劫。哎，比如说这样，你这样对吧，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劫啊，我怎么觉得有个劫财的问题。哦，这先手，那这先手、这比如说这个是先手，这一叫吃有点气，但是那个有两个劫。嗯嗯，这是一个，这太俗了，但总是有棋的。对，陈耀烨觉得这里面有棋，干脆的补一个。嗯，而也是个本型。嗯，但是你要强硬一点算准了也可以。陈耀烨觉得里面是有东西的。这个好，这个形状好，这是李世石对这个形状的他敏锐度啊。嗯，他对这个很敏锐，很兴奋，他一觉得这个棋他就跑不了，他形状抓得很准。嗯，这个是黑棋的要点所在，应该说可以吧，是好点。嗯，好点。你这个硬来的话总是不对的，对吧？这都俗手扳断了，这个作战我们就不摆了，肯定是俗手。比如说这种断了，什么一打一长再一拐，这都是黑棋找苦头。他扳是对的啊、嗯，但是他这个扳呢，这是追求这个形状。我觉得这个退一个也可以考虑吧。退一个，退一个是普通的下啊。黑棋得补棋吧？补棋补这个。那补在哪儿？最强是这个。打这个、啊。打这个，他粘。再粘。再打这个，他不能长了。如果再长，这一打，这一粒就死了，因为这个黑棋不行。哎、这就死了，是吧？嗯、这就这死了是不行的。不行，那这让提了也不行、啊。这个也不行的是吧？这个当然你退一个吧，大概是这样。这白棋很好吧？这个有个点三三，你的杂丁它就拆过来，这个白棋要乐胜的局面。嗯，我觉得白棋不错吧，这样。感觉这道势力好像就没就没不发挥了、嗯。对，这个白棋可以考虑一下。对，可以考虑啊。你退一个就简单简单退回来还就不错。可以下，可以考虑。那你退，他没有别的选择，我看。嗯。这就很好了。走这个，走这个被搬一个也受不了，是吧？嗯。退一个简明。退一个。那他是在追求什么东西？他要搬在这儿。嗯，追求什么？这个形状吧，他第一感是应该这儿。嗯。这个也太简单了。但是简单没什么不好呀。他追求这个形状。这个对，被人一打，被这一打，对啊，你打在外面，是踢掉打这个叫吃，对，打劫了。对，实战就这样了。实战我看这个陈耀烨这个时候就中了。嗯，有几个问题啊。嗯，他现在没马上开，有几个问题。这个他是这个，他交换了一个，交换了一个，对。哎，那个挡之前，这个棋白棋啊，应该先断一个。
先断。嗯，现在断就现在断掉。哦。应该断掉，否则都来不及了。现在断掉跟后来有关系的，你这两个你也黑棋不肯走，嗯，不走我这一扑就给吃了，对不对？你那个你下跟这个转换不成为转换，你再走一个，然后再回去，再挡。哎，对，应该这样。那我还是开劫呢？开劫就反正断一个总好的，嗯，是应该断掉，后来他来不及了，嗯。这个李世石啊。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很大，嗯，哎，开劫来者不拒，他就想给你开劫，嗯，但是这个我觉得他有点过，应该退一个稳当，是那样是比较好。他这个实战这个下法有点太强了，嗯，强了。这个你说陈耀烨治孤厉害，我觉得进攻可以啊，也可以啊。这个成绩能下到这么好，肯定各方面都不差，都不差。他这个下的挺好，嗯，这个开劫是必须的，开劫要是也是在这个情况下是要出招的，因为这个开劫，嗯，你的钱这么铁厚的时候，你不开劫还干嘛呀？他这儿交换一下是什么意思？哎呦，这个有点深了，我有点没看明白。我想想，这个棋，嗯，开劫他，本来我想哈，他原来也许想找这个劫，嗯，再搬断，这儿本身是有两个劫，比如说走这个，嗯，断，一个劫，两个劫，三个，他想跟着用这个开那个劫，哦，后来呢，我想他又改变主意了，可能，嗯，他觉得那么走一个。也许这面作战呢，那面先交换的有好处。嗯。再深的理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理解成这样，嗯。我觉得他可能原来还在考虑用劫财的问题。嗯。嗯。但是这个劫是要开的，这个劫一开，这个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胜负应该在中央这个地方。嗯。来决定。三转两转，我们觉得这个简单的退，或者说中间，尤其是个断拖一个，啊，这是转身等等等等，他都没有采用。两个人就是要较劲，就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就是从布局就开始战，哎，没有什么布局。这个我觉得也挺好，这个双方至少能看他们两个对杀，嗯，比力量，比力量，也是挺好，比精彩。两个人就是要不服，就是要对攻。哎，对攻获胜，不要求你收官获胜，这个也挺有意思的。那么现在我们呢，就给开劫，就下半场，我觉得更精彩。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暂时呢，先休息一下。下半场的大劫之战啊，我们要给大家认真来摆一摆，好不好？嗯，好。好吗？一会儿见。一会儿，待一会儿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继续这盘棋的详细详细讲解，好不好？陈丹，好，待会儿我们见。好，来，现在我们来摆这个大劫啊。嗯，现在这个黑棋一打，这必然白棋会提劫，对不对？这地方就是黑棋无理的地方。黑棋无理，白棋无理，白棋无理，说错了。这个黑棋要打劫是必须的了，要不打劫的话。嗯，沾上这个后势就不发挥了。白棋就从这儿开始嘛。对，我们建议他退一个嘛，嗯，啊，这个地方有点强了，是吧？提这个的话，黑棋还不顺手的，对，顺手找劫了，嗯，很舒服啊，这个。这得硬啊。对啊，他是先找哪个劫了？我看啊。是找这个的。就是这个。就这个啊。对，顺这个啊。嗯。然后他提劫，嗯，对不对？对。下面白棋找哪个劫呢？找这个劫行不行？这我就提了。嗯，找这个劫行不行？不硬了。不硬了，是不是啊？假如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对。您吃我。不是，他是这样，他是没有走啊。假如走这个，他把这个吃了，嗯，对不对？这个吃这个，外面都给他
这个应该是黑棋走的话，应该是这个没活啊，这个。哦，这没活啊。您这不也没活吗？什么呀？白黑棋补的什么？那我补一个您外边这个。补这个，补这个。我就随便类似随便补一个。怎么样？对，这个可以。这个棋它等于是什么？这个是先手，对吧？嗯。以后这个还先手呢，这个是活了，那么这个都死了。转换。这摆的。不行是吧？不行吧。反正白棋没有必要这么下，这个转换并不便宜。然后我们看实战啊，这个棋呢，这个对杀真的相当，他这个我就是说那个时候断来得及，现在因为你这个大龙都在嘴里呢，有可能来不及了。哎，您那时候断就是跟我交换一下，您对再找这个劫就不同，然后就提了，不一样。他是可以找中间的，这个就不一样了，反正断一个总好，后来来不及了。我们再看啊，他实战是长的，他这意思就是打不过了吧。对，不，他主要很头疼是找什么劫。这个劫是可以的。哦，这得打。但是这个劫找完之后啊，这儿还两个劫。但是这儿还有一个劫，这边。哎，你找完这两个劫的话，他有可能下来了吧？他冲一个，走一个，他如果提一个，对不对？翻这儿。不，他现在再来一个，这个再走一个，这我提一个，哎，他再提一个，你这儿再来一个，对不对？哎，他把这个提了，那么再提这个，那么他会这个，我想是这个。找这边的。有可能他没有劫了吧？黑棋也没劫了。那这个如果我要硬的话，那就接着就出来一堆。他大概粘，他粘这个，大概是这样。但是你这两个损了，不是这个被粘上。可能是这样，粘那个。他所以这两个不肯交换，他先把这个棋打得重。长出来。他是，陈小姐直接粘上，直接走，直接走。他这两个不交换呢，有好处。现在呢，他是走的这个吧？对，长这个。这两个没交换有点区别，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看，他是打的这个，比较狠。他粘上，他把这个给粘上了，这个断打他也给他破了。他粘在这儿呢，这个棋如果现在断，这个棋呢如果吃的话啊，陈楠，这个注意，这个棋就出问题了。他这一拐，黑棋就要难办了。怎么难办？走什么？走什么黑棋？哎，我这个粘上。走这个，走这个，他就。哦。就走这个，走这个，对了。我。吃这个来不及了。对，他有个反叫吃，还真是不一样。这就麻烦了，是吧？这就麻烦了。为什么说这个断他来不及了？到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到这个时候了。你这个时候断，你不拐，单手断，黑棋会走这个，他不会吃这个了。怎么办？如果你吃这个，对，我铺这个，对，如果这个叫吃，他来这个上面，哦，那上面你走这个，他走这个，这个都完了，而且这儿还有呢，这个就大败了，崩溃了，崩溃了。这都在里面了，这个还有呢。这首先这个不行啊。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如果拐这个，你怎么办？你这个来不及了，是吧？不知道走什么的这个棋，你走这个的话，给他补一个，这两个交换之后，那又不一样了。你拐这个。他走哪个？走这个也可以。
走这个就行，你粘上可能都后手了，这是个双活，对不对？嗯，可能后手，这个这两个交换呢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强调要先走一个之后就不一样。嗯，先走一个之后，甚至他这个棋拐的时候都说不定这个都可下，你都紧不了气了，哦，麻烦了。你大概是会这个，他可能就这个，你来扑我这个劫，这个就麻烦了。哎，这个棋还没有这个啊，这个是这样的棋，对吧？嗯，这样的吧。嗯，这不是这个这个走过，这个没有这个。哎，甚至你可能还在这个来这个扑这个，这个棋啊，你得要这个劫。甚至这个时候白黑棋有可能给他转换了啊，你把他抓这个，他甚至把这个吃掉了。哦，全部，哇，这又形成一个大转换。这个白棋都可下，嗯，这个都可下，连这个都可能下。嗯，这个先断一个差别，先断一定要那个。后来这个李世石这么强的，他老保留劫财，这个没断着，后来我想他后悔不已吧。这个大龙拽在里面，这个时候白棋是他的可能最后一个机会。嗯，他没断着之后，这个时候来不及了，这个被他一走这个就来不及了，所以呢没有办法而走着这个。嗯，被他一粘，这个棋现在仍然来不及。你走这个的话，断，这如果断的话啊，如果断的话，他仍然是这个。刚才那一个，嗯，这两个交换没有用，底下都是死的，没法弄了。这个走什么？不好走了。嗯，是那这个没有办法了。你上面的大呀，这个上面的大，这个底下小，这一扣吃就完了，怎么着都不行，这个来不及了，来不及，来不及了。再有这个拐。要有一下，当然他马上就活了。嗯，这一下就麻烦了，这一下就这就还相当于断着了，断着了，这个都完了。嗯，这个黑棋就完了。嗯，而现在如果你走那个，如果走那个，嗯，他是现在走这个还有棋吧？哎，他是这个，我粘上，粘上这个，它有这个，叫吃这个，它提，我还是提掉，它也是没有劫财，嗯，是吧？也是这样，它一个劫没有，就要把它抓掉，对，嗯，所以它也没开呀，没有办法，嗯，没有开啊，没有开。所以这个拐看来不成立啊。对，这个棋呢，他有这个棋，他强硬的这个，他没想到，他没想到这个，这个都来不及了，很遗憾。因为他走这个的话，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东西，有吃这个，有这个。嗯。哎，这个也没事啊，这个也没关系啊。啊？不，他可能是这样，先断这个，有可能这样。嗯，你又来断这个，这对，他走这个是吧？嗯，他走这个，再找这个劫，他有可能提了。哦，又变成刚才劫，那有可能给他转换，那有可能，他吃这个，他把这个提了，让我把这个提起来。哎，他提那个，他把这个吃了，嗯，把这个吃了。嗯，哎，就这样转换也有可能。但是这个棋他没有这个机会了，他没下，没有这个机会。嗯，他拐，他走这个顽强，就差一个劫财，没有办法。嗯，他走的什么呢？他粘这个，是吧？对。然后白棋黑棋他补了吧？补了，走这儿。补了。嗯。然后呢，飞这个，这又是转到另外一个战斗，走这个。新战场。新战场。这个地方应该说黑棋靠着一枚劫财有利，结果把白棋给狠狠地摁住了。嗯，应该很得手。是啊，很得手。
但是即使如此啊，这个时候啊不能乐观，现在的局面还不能乐观。嗯，如果你轻易的往后退一退，被他活的话，这个空还不够。哦，那说明之前白棋这个黑棋前面布局有点问题，但是后面这个得手啊，一定要撑住还在。我们看这个实战，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一沾这一拐就死了，这个棋走这个吃掉，这是成为一个又一个对杀。嗯，对，粘上对，加这个这个棋啊变化很复杂，这个棋首先这个有一个啊，这个断不可，为什么呢？难以吃一半，它有个这个力，这个哦，这边不劫财也不够啊。哦，这面是有劫财，他就立一个，这边也不跑啊，这一般不行了啊。但是这个棋啊，它有一个挖。哦，挖这个。这个吧。嗯。它就不放在这儿，放在这儿。大概只有这个，这个。再吃。嗯，这个复杂，挺复杂的。嗯。这个棋，走什么的问题？征子劫财不行的，因为它本身跑一跑一个是一个劫，不能打。嗯。那么，如果这个，对我就渡过。它有一个这个嘛。赌这个，它有一个扑。不行。不行吗？它应该是这样，先要走掉。嗯。还得先那个卖掉。你的这个。他这个你吃在这儿的时候他再来打劫才有可能、哦、因为什么呢才有可能扑了一个嗯这一枚劫财，比如说一个这个嗯我提了提了他这个这个我得 提这个对吧，哎呀这个好复杂的啊他提这个对吧、嗯、然后白棋再提你叫吃这个，我估计赶别的要了，赶快把这个抓了。嗯，你把那个抓了，那个在五十目吧，左右吧，不知道抓这个。嗯，那么黑白棋再从这边走，这白棋不坏。哦，你把这个抓了，这弃了那个、弃了。嗯，这都归黑，这个再把这个走了。这样黑棋，这样白棋也可以干。你全局一核算，仍然能干。看来这地方是有很多这个大转换的变化，对，这是其中一个啊，还有很多变化。我看这个啊，这个啊，他要把这个先走掉，嗯，他的核心问题没有断着之后，这个地方问题大了。他就是这个李世石看来不是说人都是这样哈，嗯，这个不是说他强永远是强。这我们这个年轻棋手，现在这个至少我们这个年轻一代棋手啊，很多人呢、啊、心理上已经没有对韩国这个所谓的二力，那没有已经没有障碍了。嗯，你认为呢？那李世石他也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嘛？啊，对，有关系啊。陈耀烨他是这个年轻的，毕竟年轻一点，对对对对对对，越长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嗯，陈楠说的对，这个棋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我看啊，这是提的吧？是这样啊，这不是提的，刚才啊，走成这样之后，还有一个他要么粘这个，是不是？嗯、是要粘这个，他或贴这个或者贴这个，假如说这个你加气不够啊，大概是这样了，是吧？立一个，他走这个，是吧？他这叫进去，哎，这个棋就不知道，如果你这儿不走两招，他可能就这个了。嗯，其实找这个劫是不是啊？找一个劫，他把先，他得把这个先走掉，要还是得先交换了？对，走这个，走这个，嗯、但是他可能压走这个转换，还真的是不知道了。现在这个棋，嗯，挺复杂。他该是这样，他得这个来一下，我得跑呀。不对，这个时候不行，这个时候再压是不是都是有来不及之嫌呢？直接，这个棋，嗯，要提在这儿，有来不及之嫌，要之前走，嗯，之前走，这个特别的复杂，我都有点晕了，晕了是吧？这个大概是这样吧，嗯，
我怎么觉得这个棋应该走成这样是对的，对吧？嗯。再走这样。但是呢，你一叫吃，他有一个这个的话。嗯。我走这儿。到这儿，他把这个这个的要命，他的棋，这个，对不对？不能提这个吧，这个抓了受不了。嗯。他提这个，他一抓，那个不是劫了。又不硬了。哎，他把那个抓了。这个行，这个白棋，李师是有这个招。哦，这可以。那角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对，这个可战，可战，看来有一拼，至少啊。嗯。那么实战，李师其实他没有往这儿走，他这个是，他是不是觉得这样就可了吗？我想他立了之后再走这个是，就必然是那个了。这个棋他就会走挂了嘛，啊，是吧，一样。嗯，或者说他这个怕来不及，有没有可能？你比如说这个，他也可能这个，你走这个，嗯，对吗？他叫吃这个，走这个，他碰这个时候来，你好像没有的反应，只能抓。嗯，只能如此。白棋把这个提了，黑棋再返回来，他全盘无劫，不知道劫财在何处，没有了吧。嗯，或者是把这个先拐掉，不挂的时候再走这个，你这两手你补不掉。嗯，沈楠你觉得呢？这时候两手补不掉，刚才那个你如果走这个，我这都是劫，打吃再回来就是劫的。或者说你现在两手走不掉吧，那么走这个的话，我这儿还有个挂是个劫，你走这个的挂也是劫。嗯，你走这个的话，至少我这个段在叫吃是个劫，所以先拐一下再粘这个，你有什么办法？我看不出来什么办法。看不出来，就先拐一下，如果不抢这个被他抢了，你两手走不掉。嗯，两手好像不够，因为你这两手只能粘在这儿，用征子这个棋还拿它没有办法，白棋没有办法，所以说这是要点，先拐一下，当搬的时候我赶快把这个粘上，再来走下。对，嗯，赶快粘上，这个时候它好像是没有办法。如果走那面，你这个就有几个劫。嗯，对，就是这样啊，应该如此。好，我们把这个恢复到原状。这样的。这样的，对。嗯，现在他实战是怎么走的呢？还加一个。他没往下。他走这个。不，他不加，直接走的话就可，直接走那个挖。嗯。而且走之前还得先走那面，这个很复杂的。现在走这个啊，他这个棋走的这个。这是不是白棋赚到了？不不不，这个棋其实是相当复杂，不能那个什么，不能说他赚到了。而实战这个，我觉得他哪儿有点问题。他走这个的棋之后啊，他走这个啊，这个棋白棋黑棋很顽强，他这一冲，嗯，好棋争子有利，不是争这个没有办法的，不是争子有利的，本身就有个接不归。嗯，我觉得这个棋定型，白棋有点辛苦。白棋这个棋应该怎么捉呢？是不是又可以考虑跳在这儿呢？定型，哦，跳这个，或者说干脆你就啊，在渡过之前你把这个要点走了算了。我觉得你要活就这样吧。哎，你这个肯定得走这个，然后你再渡过，再渡过，这样你不就活了吗？对不对？嗯，这样我是挡还是走那个？走外面吧。走外面。嗯，那么他这个先手吧，这一叫吃不是有棋吗？你大概提我一个。嗯，我补一个。哎，然后这个棋这都不用走了吧，就拆吧。我觉得白棋这个是最佳。哦，这个是最佳，可能形势仍然还是白棋好吗？不坏，不坏。哎，可能不坏，他控就因为算控啊，并不坏，并不坏。那他实战是想出来？这个白棋应该说
没有输啊。嗯，这个棋应该说失控还可以，失控可以。嗯，你认为呢？这还得收官。那么这一块黑棋的控和白棋这个加这个，基本上差不了太多。你算吧，黑棋你怎么这两块怎么能抵偿它那个？去哪儿贴木啊？对呀、啊，怎么贴得了？这两个加起来，和他这个，嗯，接近，就是黑棋多也就多三目棋最多了，多不了。但是这个棋和他这个角跟这个加那个，他只要白棋打个平手就赢了。嗯，这个就是可能好掌握一点。这样白棋可嗯。而他实战走的，我认为实战从这边很有问题啊，钻出来。你看他走的什么？他是单度过，被这个要点挤了之后，嗯，他的眼位在哪儿呢？而且还有一个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单粘呢？他是这个交换一下，嗯，这不损一步吗？这不是损一步吗？这脚吃，为什么不单走呢？很奇怪，单走不你也的提吗？嗯。这儿不是损一目棋吗？我不明白，这个都是小问题了啊。没看他实战，我们不明白，他是走的这个吗？嗯。是先走的吗？对，先走这个。啊。他提了。叫吃，他提一个叫吃，对吧？但是他走这个之前，他把这个爬了。这个时候他可能后悔没有团这个。嗯。那即使如此，是不是跳一个也比那个强啊？我冲，再。叫一下它就粘上，嗯，是不是啊？你这个棋首先你没有这个加，加它有这个，这有个挡式，嗯，对吧？哎、你可能这个这不能搬，对吧？这也不能搬，搬了它有个挤，嗯，这也可下。走什么？这个挤啊，挤了断。我就不下了吧，不下，马上你走这个，马上挤了断了，你可能补一个吧。好，不起，嗯，他搬一个吧，这活了。我先挤一个，对吧？嗯。哦，断这个，这个断了。都不知道走什么啊？是不是？这样也可考虑。嗯。或者你就这个补起来也很累，你不知道走什么，所以我不想补了，走那边啊，嗯，把这个粘是先，这样的话白棋把眼位，这个实战也是这么，这儿就要吃掉，对，这很可惜，很奇、实战就这么下的啊。你白棋这么下呢尚可，嗯，就说还能够说一争，嗯，而且木也大，他的实战不是这么想。他是爬了一个，被别人爬了一个就不对了吧？爬了实战他爬一个，他挡住。嗯。这个棋你这儿半个眼，这儿是有半个眼，嗯、有一个眼嘛那算。但是你的没活，你得走啊。那就出来呗。对，这个太难了。勾着腰从地缝里钻出来，这个棋你总是这样圆一下。你再走成这样，你还落个先手。嗯，这样你还是先手呢，你就再拆一个不就完了吗？他走这个，你就拆一个不就完了？嗯，他可能得抢，我估计的。这样你再说别的了。嗯，你也比他实战强得很多。那么我们看哈，又啰嗦这个实战了。走这个，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是黑棋很舒服，你就叫吃这个。粘这个，从这个地缝里钻，他走这个是吧？再拐，拐他再顺势一扳，挺好。你还得走，他抓两个，挺好。这个棋，白棋很痛苦。你还得去粘上这个连回来，你这个走不成这样，这个被他一叫吃，这个棋打劫你也受不了啊，嗯，是吧？这得往回粘。这得往回粘。嗯。好，我们看实战。那他爬，对。这个是挺好。黑棋挺便宜，白棋在这个被他在铁这两个铁眼在这儿，你去他跳，嗯，是吧？
这个明显的是这半天还没火，对，明显的是白棋亏了。嗯，我觉得比刚才两个变化都比这个强。嗯，应该比这个强，他是走的这个吧，是这样。现在好像没马上走，没有马上走，对，这个粘完了哪儿啊？不是，就现在粘啊，现在粘，对，他提起来啊，然后他下了这个、那个、嗯，然后这个棋就拼控了。嗯，但是拼控基本上定型了，这个棋这儿转转转一圈一直在杀，我觉得黑棋白棋亏了，前面至少我们能摆出两个比这个强的变化、嗯、变化。嗯，这个陈耀烨不单是智孤，我看对杀不差，计算力也很强。对，李世石你这个老是跟他硬着干，我看这一场对攻亏了李世石。我不知道他在这个地方看，真的李世石我觉得不是他最强的那个感觉，最强的很敏锐的这个对杀，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吧，是不是？或者是我看错了？不知道这次是不是状态不太好，反正第一局的时候基本上是陈耀烨完胜啊，陈耀烨完胜。第二局又是逆转，那么就是他是下风。李世石都觉得自己就是赢得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看来他没下好，而且李世石最近在中国下联赛也不好。嗯。前不久 LG 也输了。哎，对，他最近状态还真的不好啊。这个还是中国这个小将现在是非常厉害，而且或者是中国是刮了一阵风吧，或者说是吧，小将今年就好几个90后都在拿世界冠军。哦、嗯、厉害厉害厉害，所以这个可能还真是这个这个韩国是招不住了，因为这个李世石是他们的代表。对，这个下这个棋我觉得他是下风，跟陈耀烨就是下风，这下的不对杀，嗯，觉得不应该这样哈、啊，这个不对，这陈耀烨这个对杀，你说他的智孤，那他的一智孤，他是不是更不好了？他的优势还没发挥呢。嗯，这个棋你就这么合愣的钻出来，有什么便宜啊？真是。问题钻出来，他还没活清楚。对呀、啊，这个地方一般他没有眼呢、啊，这不是眼，这个地方，这个眼也很不确切，他现在去做一个这个。那你这个棋走了半天去这么下肯定不对。 嗯，这个亏了哦。他还在这补一个，那他是不是觉得收官也可以？他现在只有一条路，收官了。那实控怎么样？实控我们看实控啊，他是这里实控这个棋，这是39目。嗯，是吧？那面33黑白棋，再加上白棋33、34、35，就算36。嗯，36嘛。36。多出3目棋，对吧？然后白棋这边，哎，黑棋上面。这面黑棋这些加上中府的，要贴出6目棋，再多出6目才黑棋。啊、嗯。也要黑棋也得小心收官哦。这儿还有这个3目4目4目棋。嗯，黑棋那就是说你这两块顶上它那个怎么消，像这棋应该说胜负还没定、嗯、胜负没定要收官了。哦，就是便宜了这一圈。嗯，之后还没说是确定胜势。对，还没说是、哦、还没有定，还要看收官，还要看胜负才刚刚开始。嗯，那也得要小心，因为上一盘就被逆转了。被逆转了，嗯，是，他是走的这个吧？嗯，就说明这个拖过，白棋空捞的也不少，因为但是这个黑棋这个空也都送进去了。那这个中府这块是？应该是黑棋的潜力，黑潜力这个棋你要收好才行。嗯，收的要好，收不好也不成，收不好这个棋也有问题。这是还瞄着这块儿，
哎，他是他走这儿，哎，他走这个，对，好办，对，是不是袜粘了这个？是，粘上。对对对对，他陈瑶也是这么收的，对，然后把这个煎一个，刺，对，刺一个，这个冲断厉害，冲断的话，这俩子就掉了，掉了的话黑棋要赢，是吧？嗯，对，这个棋他在补吗？补在这儿，补在这儿，好，补在这儿，这个怎么收呢？这个棋现在是黑棋，如果你要硬吃它的话，这个棋那就是这个胜负了，哎，吃它。但是这个棋吃不掉的概率也很高。哟，这看上去还挺危险，因为我是活透了。但是这个棋也要小心，不容易吃也。那您这个。我怎么办是吧？那往外跑，因为我们下棋就特别怕别人来这种硬的。我是走这个还是走哪个？我看啊，走这个的话，就算压一个，这个，是吧？搬一个，啊，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不好杀是吧？不是太容易杀，嗯，我觉得不是很容易，杀不着不就瞎了吗？就不用守空。杀不着，哦，杀不着，这个就没有一点什么东西，就没有空了，你可能就完了这样。那我从这边吓唬吓唬他，让他做眼，这不就起来了吗？嗯，这个吓唬他不惧吓唬怎么办？就怕这个地方也挺难收的。比如我走这一带的，走这个，是吧？您坐眼，走这个，然后就围控啊，不好弄，这个不太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棋。他呢，因为这个地方在之前他先把这个空收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招棋。先官子先走了，否则如果收官收到被他活的话，被他先手走掉，这很大。对，一尖一扳这很大，这个本身木你如果那个棋比你这两块如果不差的话，这个棋空贴不出木。而你中央围多少是好，所以这个先抢了再说，这个挺好。如果白棋狠的话，他把先把这个抢了，他又不敢。他没机会啊，他先到尖那个有机会。哦，这个不，啊，先不下，先走那个。哎，对，应该那个机会，但是他也不敢，他让你来吃他，他也没吃他。就这个时候，对，黑棋一直放着不吃。这个时候啊，也不动手，就在这。白棋的如果是抢官啊，有一个办法，就是在这个地方走，对，抢这个进角。进角。这个棋呢？你走这个的话有一个断，这个受不了，这个断受不了。你要这样的话，你看它有一个这个，那么就成为什么呢？它的先手破了，你还得铺一个送一木棋，叫车的粘上，你还得自做一个双活，对吧？这也挺大，它先手白棋还多一木棋，那太大了。太大了，所以说这个棋还不能挡，不能挡，那走什么？我守一个不是被搜刮了？只能这样吧。但他拐回来，关键他连眼的。你如果走别的话，被他这一顶，先手。一般的应该是说他是先手回来，你还得一般的情况要走这个。不走的话，你这受不了啊！走什么？这粘吧，粘它立完之后，里面还紧接着连坐眼带破木。那我顶一个。你顶这个。嗯。那我走这个，再打一个，大概成为这样。但是他这个先手受不了。哦。太大了，白棋应该先走这个，不问别的，先把这个走掉。这个木
不先手走的话，无以争胜负。嗯，这是最关键的。先走到这个之后，白棋再，比如说在这儿补一个，把这个眼给护死了。嗯，这样收官呢？再说了，这样收官可能是不是还差一点？可收，可收。嗯，戏，那就是说是个戏棋，或者说至少胜负还没有定。嗯，这个黑棋、白棋也是最大限度能够以此来争胜负，这样可以干一下。这个你让中央去那个，你就记得这个，不是这个比这两个多吗？嗯。多个几目棋，你现在再算了，然后就这两块，这个加这一块，这个比这块大，比这个要大出六目棋，你才能赢。嗯，这个多少目？十目、十三、十四、十五目，对吧？嗯，这面五目，二十目，二十四目。那白棋那个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也差不多，也有二十四。那你还得在这中间还得做出六目棋，他得辛苦一会儿，他的压力也很大。嗯，你要中间做出六目你才能够胜白棋。嗯，而且你当你做出六目的时候，黑棋白棋也有可能多啊，也可能长一点。嗯，所以这个棋也有压力，搞不好白棋还就逆转了。他要那样赢的话，他就不叫逆转，他说我完胜了。哦，他叫完胜，他说原来的形势是不错，他会那么说了。嗯，这个棋，所以说这样白棋给黑棋压力巨大，应该这么下。嗯，而他实战没有这么下，他的走路，他实战是去哪儿了？这个时候他们的时间我想也剩的不多，每方三小时，这个时候他已经，他没走这个的话，九点半开始的，这个我想李诗诗应该是没问题的，走这个，他是走的这个，他是走这个，是吧？嗯，冲了，挡住，反击，他先这个地方他想便宜，嗯，他想走成什么？你或者粘一个，把这儿再来一下啊，中间什么怎么再走再说这个，这个可能有问题，这个反击对，嗯，断，断，打这走这个，他只要这个白棋薄啊，粘上。哎，你这个没有的话，你这样是厉害。嗯，这个先手，你这贴出来，那当然厉害。现在这儿多了一个，他有问题吧？他猴出来。对，对，这个，你现在不得，吃不住。你要吃它，只有什么呢？只有如此一步。那他就冲就行了。嗯，是吧？你走这个，再来一下，这怎么吃啊？这就不对了。嗯，一般的话，这冲完，这断了，先生一气干了，你只有这个了，你要吃的只有这个了。嗯，那他就俗着来就行了，挡住，俗着来就可。你看，这就很明显的了，粘上打吃，这个就算挤掉，他粘上，这一包就死了。嗯。不行，吃不住啊。这个硬来是黑棋欢迎的，反而我看清了这样。嗯，我觉得这样看清了，他粘上这个，他拐这个，挤一个先手，对吧？挤一个粘上。对对对，他中间来一个，是不是这个？这个现在嗯，这个什么考虑？他是不是想刺完之后这面？想想什么呢？哦，有想法。我以为他在不，他想这个是不是瞄着这个大龙的问题？嗯，薄吃后啊，这个不见得。我还以为他补活，您说他是瞄着黑棋。对，但这个时候黑棋厚。嗯，黑棋先动手嘛，因为白棋动手当然不一样，现在黑棋动手，这个总是慢一气，没有就插口气，没有办法。你这边都拉着胯着都不行。慢半拍是吧？不行，他这个挤还有那问题呢。这个挤是他的先手，他等于是连着的，挤这儿有个点。后。嗯。这个总是不行了，应该这个。
跨一个是什么意思啊？他想干嘛呢？他如果搬是想什么呢？想断？断吃掉没用啊，是不是可能就是这样？或者我给他走个，他是不是想这样？搬这个行吗？搬那个？不行。做那个，他是想这样。嗯。这样。嗯。这样，那么我打这个。哎，他是希望走成这样，是吧？嗯。最希望走成这样，这样呢，有可乘之机。但是呢，这个棋，陈耀烨是走的哪个呢？搬的这个吧。搬里头了。搬里头。抢他。搬里头呢，就看得明显。你如果走这个，如果走这个，他走什么？陈楠走什么？嗯。他走这个吧。嗯。是吧？走这个就可以吧。这样。嗯，你还能走什么？这个不行，这个被吃了。嗯，最狠的是这个，这个不行，这一退也不行了，这样封死了。这也不行，怎么不行是吧？他就俗的这么吃，实在不行就这样吃，就这个就行了。这个我，啊，你走，这个，嗯。那么他就尝一个，哦不，这叫着吃呢，不行，只有这个，只有这个，对，只有这个是吧？只有这个，不能这个了吧？这就闷死了。嗯，不行了吧？这个看出来，这个不行了，是吧？那你这个挡不行，挡不行，走什么？挡不行，就不行了。那这个就不行，这样就不行了。你挡不行，只有这个，这个他对你吃这个夹死了。嗯，看来这个也不行。那么他这个算清了之后，你这个断不成立。这个计算呢，应该是陈耀烨他没问题。这就是独苗也能算清啊。啊，陈楠就算清没问题。这个不存在他擅长什么，这个地方基本的算路。嗯，但是李氏在这个地方去，在这个狭路没几路的地方去拼搏，没有什么路子了。这个地方没找对路，就应该在脚上拼一下。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后的地方去施展已经不行了。嗯，路数不对，他就走这个。对，这个可能独秒了，也已经。这不行，这中间损了，本来是很细，如果走那个很细，现在啊你中间损了之后呢，距离就不对了，这个就是可能也就差这几目，挡那个不如这个吧，那先手几目啊。哦，他这个关键挡这个，他是还有个点呢，挤过来，瞄着这个，那这招棋太大了。哎，那是不是应该先手把这个下了？当然应该先手，到当然他怕后手了。现在因为你这儿多了一个，对，走完之后他就大飞了。嗯，这个是他亏的地方了，被这一挡就空不够了。哦，关键空不够了，他是这个 对不对？嗯，挤了一个，对。然后这时候怎么去顶一个？什么意思啊？对，就是顶这个。哦，这个不行是吧？这个这怕这个，怕这个。嗯。嗯。是吧？对。走这个冲过来，双他冲这个，你冲那个不是，这儿还断着呢，是吧？这个都太薄了，这个已经不行了。嗯。要粘这个，彻底不行了。这冲断没有的，这个冲下去，他都粘这个吧？他粘这儿。粘这个，他粘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地方有个点，这得补齐，加上。对，这就完了，这一挖，这都死了。哦。对吧？这就都死了。哎呀，这么壮丽。这个走这个，它就一断就没了。
他就没下了，得罪就死了。嗯，自投自己就给自己走死了。还没收，还说官子细起，这都没走到。不，他刚才如果走那个是官子可收，那这个呢就是不用收官了。哎，这个枪的话就陈耀业中盘获胜，211手。啊，这个2-1把李世石就给干下去了。这个说明这个陈耀业这个挺好，下的冲这个棋上，我估计李世石他也会服气啊。哦，那这盘棋他主要是输在什么地方呢，刘老师？这盘棋啊，嗯，我感觉他的状态不对，或者说他这对杀的地方，李世石应该是他强项的地方，我认为值得探讨。值得探讨，就没有杀过那个陈耀业。陈耀业就对杀的时候占便宜了。是这前面这个布局，我觉得还白棋还不错，哎，亏了点。我觉得黑棋亏了。应该说是一个对杀很精彩的一个棋局啊。陈耀业是第三次进决赛，终于夺冠了。哦，第三次。之前是很早的时候的 LG 杯，跟今年年初的百灵杯都是亚军。都是亚军。好，那祝贺陈耀业获得春来杯的冠军。他也成为中国第12位世界冠军。啊，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就讲解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争取下次见面。再见。再见。